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大人行的，我是宅 Sir Carry 李志豪。今天地盘回来很开心，因为我收到一大扎新的玩具，不是工具才是真。这一扎就是讲木田的12V的新的系列来的。不要看少12V，因为现在的电量和摩打强劲了很多，所以做到很多的东西的。首先让我等我介绍一下先，这个就是12V的苏跑，不是那些，是讲万用宝，我是锯嘢用的。这个就是12V的衫，穿了会个人会发电，不是，是有把风扇在的，因为现在天气开始转热了。地盤可以是很熱的，減少了師傅中暑的機會，所以這件衣服我覺得都相當不錯。這把就是大家知道了，狂牛木田電批 DHP481， 做到多少事大家都知道，但因為之前我們沒有做到轉磚，所以他寄給我的時候我們可以做這個測試。不少得了，就是無碳刷的電批、衝擊批，這個就是講緊個尿袋，隨時可以充電，拿出街地盤都可以。這個不可以不說了，就是講緊Dyson殺手了，这个讲到很红的，究竟有几杀手法呢？我之后再做测试给大家看。而这个我急不及待拆出来试了，就是讲这个无线蓝牙的 speaker， 地盘成日可以用到，它的声音再告诉大家听。今天呢我在这里就不是想讲这些东西的，最主要呢我是很想多谢大家，没了你们的点阅，没了你们的留言，没了你们的订阅的话呢，其实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拿到这么多工具回来测试给大家看。另外我也想多谢好像木田这间公司，我不是多谢他给这些工具我，而是讲大人行拍的片大家都知道不是广告来的，好的会讲，不好的我一样会讲，所以给得工具我做测试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上下胆量和气量。另外一样我想多谢就是他尊重我们香港的市场和我们香港的观众。所以若果大家想看多些不同品牌的工具测试，我需要你们的支持，记住多些回来留言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